然没有囤片，今天很高兴两个专案终于都有破蛋的人来参与了，这样 不只是我跟老金两个人在干。好，那首先阿美与蒙恬要感谢 Peggy 跟小四，就是 Peggy 完成了 W 跟 T 字头的正规化的部分，然后小四完成了 HI 跟 KA 开头，然后他说因为 KA 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他只做了一小部分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无论如何感谢这两位。那空之策划的部分呢，今天感谢 S 城跟 LOLO 两个人一起来参加，特别是 S 城超强的啦。好，那所以大家知道以后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找 S 城。那出国了？啊？他要出国了，下次就跑不到了。他下次就不在台了。哦 ，QQ 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远端。QQ 。好 ，OK。Peter。没关系，我们有远端，太好了。那个 Slack 上找到他这样。那今天的成果大概就是 MQ9 就是一氧化碳煤气跟LPG 的侦测器，我们读数读得出来，当然没有问题，因为这是模组，怎么样都可以读得出来的。然后 Sharp 的 GP2Y1010AU， 它其实是一个测 EMU 大于 EMU 粉尘的东西，还总之它也是模组，那就只要没有解锁，也就读得出来是 OK 的。然后这是 S 城跟我说，真的可以测 PM2.5 的 DNCC 3CA06，这个东西我正在买，对，淘宝上昨天下单135块人民币一个，啊，希望他寄来不是假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 WiFi 模组用的是这个EST8266，就是因为贪便宜，他在淘宝上一颗只要13块多人民币而已，我就买下来，就没想到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initialize。所以那个 S 说，哎，你会不会买到？就是只有一个壳，这样山寨版。对，这样，所以我会再去找新的 WiFi 模组。那上缺后端连接 AirCasting 部分，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好了，然后整理好了之后，我们要跟已经有的社群的网站连接在一起，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怎么办呢？就 post 一个那个 HTTP 过去的话。嗯，好，听起来很棒。不过我们需要在后端这样子，好，谢谢大家。